过几天就是少林寺三年一度的比武大会，连胜三场者可以直接进入达摩院修行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！阿弥陀佛！每个人都要除去内心的杂念，把十几年的功夫好好展示出来，记住。 战胜对方，不是唯一能进入达摩院修行的标准。关键是心、无、禅。阿弥陀佛。 Thank you.
恭喜你，获得进入达摩院修行的资格。希望以后，你的武学修为能更上一层楼。谢师兄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比武结束，回去吧。是。师兄，我呢？我也应该进达摩院，我也连胜三场了。 俗世红尘，自有正义；人间福地，自有大道。你在少林寺练功20年，功夫虽好，武学尚浅。师父交代，你还是下山修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 小心！老板这厉害，老板力气真大。是，师傅，啊，你看，这个月。 又卖了很多大单子，不错。你看着办，别亏待了工人们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师傅，哎，你怎么跟师傅的？师娘。 过去了，师傅。哎，妈，我去茶馆。哦，哦。 云妹，嗯，你看咱们龙泉山庄的景色多漂亮啊，绿水青山的，风景宜人。我觉得我呀，在这终老一生也挺好的。喂，你可不能一直一个人啊！我可警告你啊，追你的人都已经把咱们茶馆的门槛踩破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一个心动的都没有。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看着身边的人分分合合事儿多了，我的心也死了。那咱们对面的大侠呢？ 他这两年对你也算是情深意重了吧？你就没有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动？那个大龙啊，每天就知道跟人比武、练武、耍技可，不是的，我看他最近就开始学文了呢。前两天我还看见他在山涧里面练飞花令呢。<笑>看来这个大侠呀，要为了我姐姐彻底改变了。还是算了吧，那个傻子每天就想着争第一，根本不懂女人的心思。
老先生，您是在笑我的功夫不好吗？别误会，我看这个茶叶呀，在太阳下面晒，弄得这个茶呀，味道都变了。你刚才说功夫？阿姨你。师傅，你太有礼貌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好你个老头，我来真的了！哎呦，师傅啊，你比牛还沉呢，我的腿差点被你压断了。得罪，您是高手。我刚才只不过喝了一口茶，你不用这样对我的。我不跟你玩了。嘿，真是的。明天您教我功夫，我给您泡好茶。你说什么？明天我泡壶好茶等您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看。老爷子好功夫啊！是啊，真好。姐，你看，对面又练着呢。哎，这个傻子每天就知道练功夫，木桩子都不知道打断几根了。我觉得他确实挺厉害的。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个色眯眯对你动手动脚的胖子，看起来五大三粗的，不还是被他一巴掌给打趴下了？他呀。每天就想着当大侠，什么大侠应该除暴安良，大侠应该谦卑不罪，大侠应该行侠仗义。隔着这么远，我耳朵听到都快起茧子了。看来他还是不懂你啊，不懂你想在这里过闲云野鹤的生活。你最近这功夫练得不错呀，咱们镇上肯定没有人能打得过你。镇上没人打得过，就去镇外边找。那些国内的武林高手，你给我挨个约，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这天下第一的名号。第一不第一不重要，我觉得就您这身功夫，拿下西施姐姐肯定不在话下。这练功吧，我还有点思路。追女人一塌糊涂。其实追女人啊，和你练功一样啊，只要你用心。 Number one， 得知我姓。可是要这么一直等下去，你说我都多大年纪了，你奶奶还不得把我皮扒了？哎，师傅，你这身皮要是扒下来也帅气啊。找打你傻，功夫不咋地，这马屁拍的！你给我站住！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来，孩子们，小心点啊！到了，小心点！快下车，我们到了。小朋友们，龙泉公社到了，小心点！这里有好吃的小吃和美丽的风景，跟我去看看吧。太好了，有好吃的。好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走了。走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马上就要吃鸡了。干嘛呢？我站起来。我们是武术拓展训练营，这么多天了，连个舞步全都不会。哎，小强，都是孩子，慢慢就好了啊。小强，这样，你给孩子们练两下，提提精神。好，我给你们练练啊。来，好好看着。哎，没事吧？嚯，哎，大军，你看，这小子功夫不错呀。啊，去切磋一下。啊。兄弟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跟你比一下。大姐，你先顶住，我去叫师傅啊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韩先生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大龙茶馆肯定越来越好。那就好。哥，压腿呢。啊。哎，你说我这双鞋买的怎么样啊？花拳绣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
了？咱们镇上终于来高手了。是吗？大军被打得快顶不住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走。哥。走。哎，哥。师傅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干活。那儿不需要你。可是咱镇上条件最好的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，去我家，走走走，来，孩子们跟上啊。师傅，什么情况？人呢？进小镇了，再镇上就好。慢用啊，慢点，别烫着。茶好了，请慢用。别着急，谢谢。慢慢喝。Nasta Robin， 一会儿就有饭吃了啊。Я слышал, здесь будет турнир проводиться по кунг-фу. Вроде как набирают всех. 哎，小心点。Позволь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. Вроде как 200 000 юаней на кону. Мне кажется,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. Китайское кунг-фу.Это очень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. Что-то в этом есть. Саша, китайские кунг-фу – это просто шоу. 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, инициативный вы наш. Нужно ли мне напомнить вам, всем остальным, зачем мы здесь находимся? Впрочем, может быть, это хорошая легенда. Я думаю,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х.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, что очень прошу вас всех – Помните нашу основную цель. Яо Вань Сун Си Мяо Тян Цин Яо Фанг, 唐代古本的发现呢，是世界中医文字记载的最早发现。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揭开药王孙思邈《千金药方》唐代古本的神秘面纱，有请。
эта вещь, этот артефакт, я хочу его. Я хочу его в свою коллекцию, в мой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музей. И ты мне его достанешь. Хорошо, Шеф. Я вас услышал. Я сделаю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и не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того, чтобы добыть эту вещь. Я вернусь из Китая, и этот артефакт будет у вас в коллекции.最近生意怎么样？非常好，师傅，天天爆满。那就好，师傅，就那小子打的我。我小子，终于找到你了啊！我师傅来了。你们还想怎样？看你这个样子，跟你打算是我欺负你。 师兄，师弟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堂弟小强，寺院部门，我过来给他的武术班指导指导。堂弟，那咱不是一家人啊？这事儿弄，咱是一家人。是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面就是我的茶馆。哦。<笑>师弟，你这几年在达摩院练得怎么样？咱俩比比。师兄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走。 哎，傅大龙，你干嘛呢？要打出去打，别在我这闹事。师傅，西施姐姐说的对啊，今天好像来了很多高手，要不咱们给他在擂台上比一比？好啊，咱们就在擂台上见个分晓。 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有缘就能相聚嘛，笨蛋。师傅，哎，不要这么叫，还不是。老师，哎，请我喝茶是吧？不是，哎，后天就是茶王大赛了，来了很多高手，您得告诉我该怎么打。<笑>啊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啊，那我怎么打才不会输？不打就不输了。 哎，要打一定要赢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好想想吧。 中国功夫吗？要不要比划比划？<笑>没有这德力的。<笑>不要打架嘛，来喝茶。
没事吧？пошли, пошли. 哎，你们两位年轻人啊，不要太冲动啊。先生，杯子。哎呀，我的杯子，你知道吗？几十年的杯子没有被打破呀。慢点，小朋友们，小心台阶。到了，这就是当时的安吾青年训练班了。安吾青年训练班全称战时青年革命训练班，是当时的革命旧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那是什么呀？自1937年10月创办至1940年5月，历时2年半。大家请看。墙上呢是当时革命先辈的一些生活照和工作照，小朋友们可以随便看一下。哎，这不能进，让开，让到一边去啊！慢点，小心啊！小心点啊！哟，小妞长得挺好的，怎么没长眼睛啊？镜子碎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她也碎了。大哥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别为难他。再说，这个是出口，入口在那边。您逆行了。哎呦，臭小子，你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吗？你哪来的？你不打听打听我宝三爷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就是，您干什么的我是真不知道。不就是一副眼镜吗？大不了我们赔你。好啊，8000块，拿来吧。有八千？八千？您这明显是讹人嘛！讹你怎么？我削你呢！这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兄弟，息怒。臭小子，一会儿收拾你！看什么看？别看了，别看！看什么？没事吧，小雪？没事。小雪没事吧？该干什么干什么。那我们走。小朋友们别害怕。没事。别怕，孩子们，走，我们走，走走走，快过来。小朋友们，这边啊，这儿还有商业街呢。对啊，挺繁华的。老师，开心。老师，好不好玩啊？怎么了？肚子有点疼。肚子疼啊？那我带你去厕所吧。我想上厕所。我带他去厕所。好，小心点啊。小强，要不你带孩子先走，我陪小雪去。行 ，OK， 走，跟上队啊。来，我们走。有玩具。小玩具啊，走，看看去。小朋友们，看看喜欢哪个呀？这个怎么样？小姑娘，你看这个真好看。这个好看。臭小子，今天可是你自找的。臭小子，有点上啊！兄弟们，给我抄家伙！呀！老师，老师没事吧？小子，我今天让你知道，我宝三爷也有三只眼睛。
你这边，这屋，进去，进去。姓名？您知道，我这常来客。年龄？你看着写吧。我是本案的办案民警，我现在在依法向你询问关于在园区聚众打架一事，你要如实的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问题，听清楚了？副警官，这事真不是我的错呀，就是那秃驴，就是那个秃脑壳，他先动的手，我现在心口窝还疼呢，这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。根据我们从现场调取的监控录像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，你们逆行进入园区，故意把眼镜摔坏，利用这件事寻衅滋事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打人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吧？这叫寻衅滋事？你看看我那帮兄弟们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的，揪出来一个都跟他喝一壶的。宝三，监控录像里很清楚你们打架的经过，你还不承认？啊，对，是我们是打人了，但那也是一个普通的争执而已嘛。对方他也没受伤，你看看我的兄弟们打的鼻子都歪了，嘴都斜了，腿都折了，凭什么打我们呢？啊，就因为他会功夫，那天天欺负我们。冯警官，我也经常到你这儿来，你打过我吗？我就差一步就成好人了，现在可倒好，打得我倒退了好几步。如果觉得委屈，你可以要求立案。立案就算了吧，我宝三儿也是个男子汉，这个事儿我不跟他计较了。但是，我那些兄弟们看病的钱他得给吧？医药费、手术费、陪护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，还有精神补偿费，少说也得20万。宝三，你要的少了点吧？行了，差不多就行。反正不给钱，这事儿没完。好吧，现在我们把事情经过已经记录在案。如果你有意要进行调解的话，那我去跟当事人协商一下。谢谢啊。坐回去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宝三儿什么样的人，您不比我更熟悉？一天到晚横行乡里，进去了几次，出来还那样。今天要不是我出手救人，宝三儿肯定把那好人给打残废了。我都后悔把那帮孙子打轻了。我说大龙，我顶多赔偿他们点医药费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双方达成了和解，那就按照和解协议执行吧。叔，拿去好好看病。年轻人，你以为你懂社会？你懂社会吗？好了。秃脑勺，以后出手重点，钱多，我不怕疼。哎，大龙，
生意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大龙来了。哎，大龙，坐坐坐。相识树下影中人，今天不喝茶，想喝酒。你平时也不喝酒啊？华山论剑，好，我来。背后人世纷扰，今朝酒醉，没人相让。心神意乱，疲惫没事吧？能不能陪兄弟喝得痛快酒？好，大龙，就那事儿啊，不至于。给大龙倒茶，给我买上。干！干！倒酒。我们现在到达的景点是咸阳市钟舞台道观。钟舞台道观始建于南北朝时期，距今1400多年的历史。右边呢是钟楼，左边是鼓楼，正前方是道观的主殿真武殿。真武殿经历了1400多年的风霜，保存依然非常的完整。真武殿里供奉的是真武大帝。真武大帝象征着中国大明王朝的皇帝之誉。这座真像是国内最高最大的，它的身高有5米。先生，我们想自己看看好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停车场见，好吗？好，你们先随便看看。小鬼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没事的。嘿，哎呀，傻瓜，问心无愧，没事啦。哎呀，总而言之是没事的啦。明白。这是酒啊。哎呀，我们去喝茶。啊，喝茶？真的吗？哎呦呦呦，老师，哎呦，脚疼，我背你。哎，快点快点厉害呀，快点快点快点啊，快点。Thank you.
马步，预备，好，一，好，蹲低点，来，稳住，二，好，老师太热了，不想练了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这才这么几下，就不想练了？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中国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这样吧，下面啊，有请我们从少林寺请来的严岑师兄，也是我的堂哥，为你们表演一段什么叫少林功夫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来，你们闪开啊，都好好看着啊。两位老师也休息休息，你们要是不想练呢，今天就给你们放假了。行，玩去吧，去玩吧，走吧，玩去喽。师兄，小强，喝点水。你最近没好好练功吧？没有啊，我每天都有练功啊，全都飘了。你最近这心思都放女人身上了吧？看吗？给个赞。老师，我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您觉得我现在怎么样？那几个俄罗斯人啊，我都见过了，你一定要留意那个矮的那个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还有，记住，武术的智慧，明白吗？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您怎么每次来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？你是男人吗？人有三急吗？我能憋得住吗？真是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茶叶好，不泡茶呀，放在嘴里嚼也挺好的。你来试试。哎呀，多来一点，多来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不值茶，唯有金阳出壶茶。各位观众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相会于美丽的龙泉山庄，将进行首届金阳壶茶功夫茶王大赛。武术与茶道呢，虽然是不同的文化载体，但却有着共同性，都可以修身养性，颐养天年，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斗茶现场。首先我们进行的是斗茶大赛，有请我们台下的各位武术家、品茶人以及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人士来品鉴，评选出今年的首届茶王，请各位选手展示自己的茶艺。
过吧。各位朋友们，那么经过刚刚激烈的角逐呢，本届斗茶大赛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请大家将目光投向我们的擂台吧，现在功夫比赛正式开始。
куртку снимай. А?
本次茶王大赛的冠军是。恭喜你啊，你果然赢了。是的，老师，记住了啊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知道吗？明白了，老师。哎呀，还叫我老师，叫师傅啊，笨蛋。哎，你看看那边。师傅。师傅。热烈祝贺龙泉公社成为功夫小镇。好好好好好说一说，发现丢失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，在打扫的时候，对，
就发现不见了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好。Ну что, хозяин? Я выполнил сво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. То, что вы хотели, у меня на руках. Уже сегодня мы выдвинемся. Я надеюсь, и вы помните сво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. Пошли.几个外国人说他们拿了我们什么？哦，千金药方。啊，你快去找大龙，我来报警。好。
大龙同志，自聘任你为咸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实战精英教官一职，任期五年。咸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，2018年5月4日。奖金发放仪式现在开始。真正的自己。狂风暴雨撕不动眼有神，阿弥陀佛，胸有梦，阿弥陀佛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